哇哦，我这些手镯应该给你们了哦，虽然没开到二十点，但有点打击啊。这期其实就会开启偏心模式了，因为我就开始想要练我自己比较想要的角色。非常不得了的手游，当然今天是有重点是什么？今天的重点当然就是我们角色的介绍啦。他应该有什么 VIP 角吗？你是让我会哭哭的男人的哒哒。哎，手镯没讲哦。来，手试试奖励白凤九。OK。OK。SLG。水沟要升级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他其实都有前段条件了，我基本上你们一开始在这边点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各种哎，啊鸟各种，就没有木材了，是要来生了。是木材要去哪里生？那你白凤九是不是要先给我们看？嗯？哇，想不到它那么美耶！太扯了。它目前前期还蛮简单的哦，前期基本上你们都是一直任务下去就没问题了。哦，对，那边有 boss。哇 ，boss 也是非常漂亮的。